原标题：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崇拜曾国藩？看他的做官之道，就明白了。说起晚清有名的大官，曾国藩算是其中的一位大人物。道光十八年，曾国藩再次参加会试，成功登第后，成为了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。之后，在京十多年间，曾国藩就是这样坚韧不拔地沿着这条仕途之道，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。这期间，他十年期间连月十级，35岁时就在朝中任重要的官职，可谓古今中外少有的年轻高官。曾有一个戏说，曾国藩一路仕途顺畅，是因为深受妻子欧阳氏影响。二人洞房之夜时，曾国藩曾向妻子许诺，虽然我现在只是一介秀才，但是他日定会让老婆当上诰命夫人，而自己也会做一个清正廉洁。